到薏米菜园，今天我们来摘点毛豆做肉末炒毛豆。这边走，先拔点毛豆。看，摘了这么多，够炒一盘了。把豆米给它全部剥出来。咱们可以摘点小西红柿做配料，味道更好吃哦。把灯把它切成小颗粒就可以了，拿个备用。我烧辣椒好倒油，把毛豆下锅，加点水分，开始炒了。毛豆煮好之后，倒入肉末。多吃小孩吃的，我们就没有放。